关起来。这个是厦门。哦。哦，所以现在 Alan 用 Top Tier 来应战。哇，一开始就 Zero。哦，药丸，药丸攻击。哇，这转身控后真。哇，很痛哎。那一拳20%。他自己跑场外去。对啊，好危险。对啊，我觉得。哇，哇痛，这个惩罚好痛。好香！哎、欸，大雨其实不知不觉就已经几杀趴了，几杀趴，一百多趴。这场边后摔可能会死掉。哎、欸，可是好像又都追回来了。大雨这个下逼手边，很讨厌，讨厌。他就一般起来就可能会被挡到，然后他就直接接前重击。应该说他丢那个下 V 之后，你选项就少了。对，他哦，这回得来吗？滚，回不了，回来太远，太远加太低。现在两个又一本，哎。哎呦！但神不知鬼不觉一个大炮，好 ，Nair 药丸，哎、欸，好丢，死了吗？还没，算我是算中。Alan 喜欢这种，就跳抓场，抓场，他抓那种一般起来，然后还滚到场，滚到后面，然后接那个后摔。对啊 ，CD 也很喜欢。对 ，CD 以前很喜欢的对手，现在是。但现在因为有溜溜球，他就不用了，溜溜球更好用这样。对啊，听说改版后溜溜球变更好用。已经很讨厌了，拍给他更讨厌。哎呦，哎呦，回来吗？哎、欸，哎呀，大爷是不是救他？已经空后又打回去了。上次的空后也是超级痛。对啊，好像是跟 Falco 同等级。真的假的？是同等？对的，好像没有分区别。但是他的脚比较长，然后他的空速比较快，所以更好揍。还有 combo 啊！哇！哎呀，竟然可以，竟然回来了，回得来，高度够就可以了。哎 ，Alan 超，现在就很冷静的在地上防御。医生那个全跳，然后下降接费尔。其实可以 cover 蛮多的那个距离，对啊，而且它其实下降速度很快，打到洛盼也有一定的击飞，然后又是击杀技，对啊，哎，哦，好险好险，哎呀，哎呀，刚。被上逼阻止了，啊、哇，读到了，可是没有分。哇，这个反应好快啊！所以，卡洛斯能对回场帮助。我们都是全部打 BO3 是吗？哦、打 BO5 就好久了。
觉得大鱼的上 B 都放得好，时机好好哦。对他，让你以为他有空档，然后其实是上 B。对。就跑走了。哎。哇！直接追出去。啊！哦，哎，我想保留他跳，哎，现在又跑出去了，危险啊！刚刚二次抓边了，很危险。好，现在抓住了，艾伦有那个场地优势，他刚讲完被打回去出去，哇！哎呦，那真没什么选项，因为你躲，你只要躲他的血，但你躲好像。应该说医生的回肠损伤已经被抓到了，所以就你刚刚那个地方，你用一般的那个空闪，好像距离会不够回肠，所以他就像刚那样死定了。他是用移动空闪，然后大鱼用判定比较长的，所以就打得到。对，会有差一点。然后这对，哎呀，又被手边了，小心哦。萨姆斯，他抓那个，就每个角色的落地，是很棒。就是抓，对啊，就崖边抓非常长，抓边的时候很厉害。Allen 会不会 do stuff 呢？会吗？好，不要逗他笑了，他要认真。拒绝 three stock， 拿了一命啊！正确选项应该是爆炸的瞬间起身。现在好像大鱼就是一直在被那个 back air 啊，对啊，我感受到那个盾被削落之后的感觉。我记得那个这一代不是这个飞行道具都被，对啊，就这个这次更新，刚刚削落超多，就削落后还是这么痛。我是觉得削落很多，这是有感削落。就上一版本可能盾就爆掉了，是不会到爆掉，可是会变超小，就你肉体会露出来。哎呦，那个松不知道地方放药丸。对，一定要保护。其实 Allen 也渐渐那个阿美了。渐渐。现在大家都有一些杀生，现在到底哪个角色没有杀生？刀口啊。刀口上杀还是会杀的，只是镭射药症。